老板，中包起来，不是啦，不是哦，不是中包起来，我想说你敢吃完呢？我们今天要去吃包心粉圆，好，要去吃包心粉圆，走。经理，就是这一间金源包心粉圆，这间我知道啊，这间很有名哎，这间光在罗东夜市就有5间了，而且啊，这一间呢有20几年的历史，这是一家老店呢，走。 香，这一间啊有20几年的历史，这是一家老店呢。走，经理，就是这一间金源包心粉圆。这间我知道啊，这间很有名哎，这间光在罗东夜市就有5间了，而且啊这一间啊有20几年的历史，这是一家老店呢。走，经理，就是这一间金源包心粉圆，金源包心粉圆，这两个产品是我们可以主打的产品。哦，我们的牛奶是以北海道的牛奶冰为主，牛奶这个是牛奶，牛奶做牛奶冰，哦，北海道的牛奶冰，我吃吃看。对，吃看看，微微的甜，牛奶的味道，哦，好香哦，入口即化，对不对？老人小孩都，而且他那种香是很纯的，它不是那种浓很浓的那一种哈，它是很纯的那种香味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那个布丁，这个是巧克力的口味，
都是新型的。对，没错，所以说我们要多一道手续。但这个就可以看出我们老板的用心。对，小妹，你吃吃看一个。没有，我有个问题，这边有这个是包心粉圆，那我要怎么吃它呢？我们的粉圆是一律是热的。好，那你这是热的。对，它是热的。你点的是冰的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边吃边加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吃的比较慢的话，我们边吃边加。所以我是。这样子热的咬过来，直接放着，直接放着，然后跟就是还有那个产品咬起来吃，跟冰啊，然后旁边这个是仙草，仙草，仙草它冷却之后呈现果冻状，跟包心粉圆，还有这个北海道的牛奶冰一起吃，好，享受看看。感觉很 special， 很特别，不一样，对，口感很 Q 哎，对，超，我们会建议客人边吃边加，不要一口气加太多，它不是整个倒进去，不要整个倒，你整个倒的话，它粉圆在冰里面，口感很快就硬了，因为我们含化学防腐剂，然后冰也很快融化，你就会吃不到冰的口感，就会水水的，没错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抹茶口味的布丁，好，搭配红豆，好，这是最麻吉的口味。然后我们会淋上抹茶红豆，抹茶口味的布丁，搭配红豆，那加上我们北海道两球冰，我们会加一点少许的蜂蜜，好，淋在红豆上面。有，上面这个是蜂蜜，淋上去提味，可以去除掉抹茶的一个涩味，吃起来就会融合它的味道。所以它也是一样，一样，对，就是。先挖好大一颗哦，先挖一颗的红豆哦，里面有一整颗的红豆，没错，然后呢就放进去，它跟刚才这样子咬起来吃，好，然后抹茶，再一点红豆，然后再北海道牛奶冰，好大一口，大大满足，整个味蕾都很满，有饱足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秀兰姐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包心粉圆啊，它跟一般外面我们吃的粉圆不一样，因为好大一颗，而且好 Q， 你们是怎么？我们是不含防腐剂的，所以我们要趁热吃掉哈。然后我们里面包了一整颗红豆，那是我们老板研发的，因为我们老板曾经说他曾经看过人家吃过粉圆，可是他很怀疑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包东西，所以他就研发，结果他研发了好几种，有包红豆、绿豆，还有花生，可是红豆是最麻吉的，因为红豆跟我们的那个红地瓜它是属于颜色最融合的哦。这外面这是它才
材料是红地瓜。对。哦，哎，这个我不晓得。因为红色的搭配那个粉圆也是红色的，所以看起来是最漂亮，而且它的大小是比较适中。现在今年元旦哈，我们老板又研发精心最养生的红菊，哈，取代我们原有的包心粉圆，所以我们取更好吃，又让客人吃起来更健康、更营养、更放心。我要讲的都给他讲了了。哇，对，所以吃这个会很就养生，好吃都具备。对，可以可以，我们只要来，我们这边有五家。对，我们有五家。对，我们五家的都是那有内用区，我们让客人坐下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餐点，因为毕竟我们的粉圆比较大颗，是不适合用吸管，所以要用汤匙。所以我们老板让客人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品尝它的食材，所以说我们有总共有增加。五个那个点，那也是我们罗东夜市，就光罗东夜市就五个点，那也是我们罗东夜市的独一无二的五个店面。所以其实要吃这个东西，还是坐下来慢慢品尝，而且是比较好欣赏我们的故事。我们每一个点都会有我们的故事，好介绍我们的产品，跟介绍我们的特色。所以我们坐下来不仅吃我们的产品，也可以吃我们的故事，也可以享受我们的服务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秀安姐，谢谢，好吃，谢谢。